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设计大展，就是杨慧山的琉璃艺术展。因为它里面有包括了灯光，其实照相是照不大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就让大家看看那个感觉。是一个观音像。很大幅哦，好像是重佛像的感觉。很震撼。琉璃经过灯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是一个金身神像。喜欢这个作品的，感觉有点万华生花的感觉。哇，可以烧出有这么精致的琉璃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好，这是杨慧山的琉璃艺术展。